翻翻嚟咧，早上嘅11:09嘅你，大家走个数奶奶，人生真系咁样，我成日都话咧嚟学习啦。今日你好，跟住听日佢好，人人都有啲好嘅就得噶啦。我成日都话，所以咧，我成日都讲，尤其是我做嗰啲嘅玄学节目，冇人能够睇死每一个人，因为人人都有运气嚟。最紧要系有运。OK， 嗱有運咧，適唔適用啦 ？OK， 嗱呢度又講少少咧呢啲玄學上面嘅嘢。好啊。譬如假設，我呢啲就即係唔講啦，就先講一啲嘅新生代。OK， 如果假設一個嘅新生代佢係20歲咁，原來師傅話俾佢聽，你嚟緊咧就有5年嘅大運。你5年咧，你好地利用。嗱，嗰5年你可以攞嚟玩咗佢又得，但你覺得你自己好運噶嚇，就要玩你都覺得自己好運噶，又或者去建立你自己嘅事業，就食住嗰個運衝上去啦，可以。你原本喺呢一格，你可以衝到上去好多格噶啦嘛，咁但係有人就攞咗呢個運我嚟玩，我都係繼續翻工，佢冇衝上去咧，佢就浪費咗個運，浪費咗嘅，浪費咗嘅。成日話咩叫食啱個運啫嘛，即係食嘅意思就係、是有每人，譬如假設我成日都話啄嘅啫，有啲人咧就好好嘅，一生嗱好少數有呢啲人噶嚇，一生人有每一個人都有30年運，每個人都有30年運，定咗噶30年運，即係平均嚟計啦，每個人都有30年，但係有啲人咧就係點咧，好好嘅。俾足30年嚟，連住嘅，連住嘅，唔攤開嘅，由你17歲，連續30年數落去嘅，呢啲係最好。哇！即刻咁，你一定登頂噶啦。但係我唔會揀17歲開始咯，都唔到你揀噶嘛，大佬。如果係嘅話，咁你想幾多歲開始 ？OK， 87，咁啊唔使嗱，咁啊梗係最好咧，係喺我成熟嘅時候。嘅時候開始啦，讀書你唔使俾個咁大嘅運。係啦，咁有啲叫頭尾運。頭尾運就係點咧？就係一頭一尾，佢出生好富裕嘅家庭。佢10歲前咧，要風得風，成家人啊，連工人啊，個個都錫佢嘅。好啦，到11歲開始咧，就一路都唔好運啦，直至到幾時先好運咧？70。咁中間佢就要捱過。你學佢頭先把口咁啊，80幾，係啊，70、80先好運咯。我哋成日都研究，日日大家都係想先苦後甜。其實咪唔好，其實真係唔好嘅，我覺得呢個。嗱，咁佢都係30年啦，但係個排位咯，個排位嘅問題啫嘛。OK， 好咯。咁有啲就係點咧？剁開啦。有啲係連續30，有啲係剁開10、10、10咁樣啦。OK。如果再碎濕濕啲，會唔會好啲咧？最慘係碎濕濕，係啊，最碎最你見到有幾個藝人咧，就係因為佢啲運咧，一碎濕濕咧就慘啦。佢嗰2年咧，你周圍都見到佢個，突然間紅到咧，哇！周圍都見到嘅喎，呢啲嗰2年之後消失咗嘅，冇咗運啊嘛。頭先都講最好係連住30年，跟住就劏開10年10年。嗱，好多都係10年10年嘅，我以為係10年10年咁樣咯。連住有大把，即係人多但係有嘅，有數幾個都係連住嘅。我都數到幾個，數到幾個嘅連住嘅，連住呢啲都係上世收嚟嘅福氣嚟嘅。OK， 10年10年都 OK 嘅。OK， 但係嗰10年10年點樣擺啦？係啦，你有機會係一出世。到你20歲前，哇！阿爸阿媽咩都俾你嘅，好風光嘅。20歲前咧，要乜有乜。第一出嚟做嘢之後咧，就運氣差啦。直至到幾時先運氣好翻咧？70歲後。唉，真係人都嗱咁呢個咧，你都覺得咧，即係咧好難捱噶。好多富二代係呢種運嘅。好過啊嘛！你擁有過呢樣嘢啊嘛，你突然間收翻曬喎。係啊 ，OK。另外，仲衰過。佢頭先講話80幾啊，呢個譬如頭出世20年，跟住到最尾70，仲衰過臨尾先至好啊！呢個係啊，因為你中間嗰段時間你做乜都唔得噶啦，係啊，好啦，咁有啲係點咧？有啲咧就唔係10年啦，每5年就轉一次啦。5年好，5年壞，5年好，5年壞，5年好，咁啊劏開30年咁樣俾你啦。咁呢啲都擲使嘅。但如果你懂得運用嗰5年咧，你明知另外嗰5年係唔好噶啦。你嗱，你即係上兩屆，你哋有冇玩嗰啲咩啊？飛行棋啊，
吞四格，吞翻兩格落嚟，永遠都係唔中。本來咧，兩格就終點啦。但係你都仲有兩格行啊嘛。本來兩格終點，跟住打個六，要吞到四步喎，係咪先？仲衰過之前。係啦，嗱，呢啲你只要識排咧，亦都唔會太差。即係好運嗰幾年咧，上多幾格先，搶一陣，預佢吞翻兩格落嚟，都冇咁痛啦。你都上咗兩格，係。係啦，咁咧你識得運用就得㗎啦。嗯，但係最衰最衰嗰啲嘅叫做咩咧？韭菜運啦。係。即係兩年好。兩年好。兩年衰係嘛？兩年衰，兩年好。呢啲人咧就最慘嘅。你見到佢突然之間嗰兩年咧好到哇哦。煙花咯。係啦。但係佢跟住又嚟俾你好咯，又哇。人生就打殘曬個心態，咁你就打殘你嘅意志㗎啦，係啊。咁呢一種咧，其實我哋覺得就差啲，但係人生咧可以話扭轉命運嘅。我成日都覺得嘅，人係真係可以扭轉命運嘅。咩？你覺得咧嗰個咧，量力而為，成世都咁好運咩？佢自己都講啊，喺個自傳裏邊，我點會成世好運啫？佢出世都唔係咁順利。佢話我點會成世好運啫？佢話我開頭好辛苦嘅。係。嗱，佢嗰啲咪就係連續幾十年咯。但係佢留意一樣嘢咧，佢本書裏邊有講嘅，我都唔係成世好運。不過佢知道嗰幾年唔好咧，佢係完全匿埋嘅。係。你留意一下，佢唔出嚟㗎。我啱啱想講咧，就係咧有個風水師有講過嘅，其實佢自己。已經行完嗰個大運嘅啦，咁跟住咧，佢呢啲咧，就將自己退後啊，可能做教人啊，教人呢個方法，咁佢咪覺得，咁我呢啲穩穩定定，我唔使要好出名噶，出名係頭嗰廿年已經出咗名啦，跟住之後我佢個名一世都喺度噶嘛，係啦係啦，呢個風水師真叻，係叻，真叻，佢啊真係計到自己啦。佢人咧，佢而家退得好後嘅，你留意下佢啊。做教學咯。教學啊，同埋佢反而低調咗。你唔係你記住一樣嘢，佢運氣已經過咗之後咧，佢學習咗一樣嘢。我一次睇佢一個訪問，好嘢。你以前係咪覺得佢好囂噶？即係比較囂啊，比較咩嘅？咁佢講嘢又快咧。又快又囂。你留意下佢，自從佢自己覺得個運氣完咗之後，佢好謙卑嘅。他謙卑了很多，他是因為自己的運氣過了，如果我再不謙卑，我的運會再落。我最記得他說，你的運好的時候看什麼都準的。是啦，但是你知不知道，但他不擔憂生活的，當然他只是運，他在運好的時候，他買落了很多樓的，他賺了所有錢，他現在不是買一個單位，是一棟棟的買，那時候你知不知道多少地鋪啊，他你知不知道他是怎樣計算的，他說我運氣這麼好的時間，他說我投資什麼都賺到的，他是夠膽死呢，他說師傅啊，這裡要啊，他未有錢的，都夠膽要啊，這個我真的不知道，夠膽要的意思是什麼呢，要了先，三月先成交期而已，T 一定幫我，我一定賺到這個錢回來的，真是厲害，因為他運氣好嘛，T 幫他，他就成了，一直成上去，所以他是真的有真功夫是計到的，是佢就係當時佢話佢睇一個鋪，佢同啲同佢啲朋友講，我未夠錢啊，話喺，但係你都夠膽買，因為我知道成交半年，我呢半年個天一定，我運氣咁好，個天一定幫我嚟足曬呢嚿錢可以夠俾，運氣好到咁啊，你驚唔驚啊？係啊，所以係你人嘅運氣好，你識得承上去就得啦。係，佢話好多人就係咧，自己好運嗰陣時，佢唔識得承啊。即係你唔識得乘二、乘三、乘上去啊！咁你個運一過咗，你乘唔到啦。啱。嗯，因為叫做乘法同埋減法啊嘛。OK， 唔好嗰時就請你減啦，去減法。減冇咁差，減冇咁差。好嗰時就用個乘字，乘上去兩倍、三倍。唔好用嗰啲運嚟揾標位。係啦，唔好揾嗰啲運嚟揾個標位先。你由得佢咯，個標位你俾咗佢啦。哎呀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人生真係好得意嘅。今次啊嚇，中國真係好有運，
中國我諗嚟緊嘅運氣都好大，嗯，因為你好少可講緊全球嘅糧食危機之際，佢，嗯，有一個好大嘅喜訊，嗯，你知道糧食危機就係你哋塊地能夠種到幾多嘢，佢哋個豐收係幾多，係個天俾嘅啫，嗯，嗱呢個真係一棵樹，嗱簡單啲講，一棵樹佢能夠結幾多個果出嚟，你覺得你可唔可以控制到？唔得，唔係你話事啊，即係一棵樹，你最多可以谷少少肥料俾佢，係啦，希望佢甜啲，希望佢生多啲。但係你唔知佢有幾多粒咯？你唔知佢幾多粒噶嘛？好啦，啱啱聽住咧，2023年咧，內地糧食咧，因為咧每同中秋節咧，每年我都睇咗呢個㗎，大家可能冇乜印象。每年中秋節之後咧，就叫佢哋有一個叫收成期啊嘛，收啊秋嗱。在國內叫這個名字叫秋收，哦，就是秋天的收成，嗯，而秋天收成它要報的，即是那時以前有公社有什麼呢，要報秋收，我們這裡多少這個的縣多少多少秋收，秋收多少就要報，報完呢即是統一個數字的。今年呢2023年國內呢，就是這個呢，就是內地裡面糧食的總產量，是6954億公斤，嗯，足足多了88.8億公斤，直頭個年產量係多咗咧，即係突然間好似個錢哇！啲運咧多到死啊，真係係成咗幾多嘢上嚟，因為佢自己豐收係睇佢生幾多出嚟嘅啫嘛，你冇得你預計唔到，你預計唔到嘅。而佢嘅全球嘅增長量咧，佢排第一。黐線，好叻啊！一樣同一樣種嘢啫嘛，佢係收成收幾多翻嚟嘅，係咁樣計嘅，係啊，即係等於有啲國家仲喺個糧食危機咁喎。等於你撒個網出去捕魚，嚇，而嗰個嘅收翻嚟個網有幾多魚咧？其實個天俾你嘅啫，係。佢哋而家都全部嘅捕魚嗰啲都係計曬所有嗰啲電子零件啊，所有啲嘢啊儀器啊，去 check 曬嗰啲魚群喺邊啊。但係落網都有機會咩㗎？落網都有機會咧，落唔到嘅。所以咧，今年咧好得意嘅，我就趁呢、這個，我希望可以食到咧。因為秋收後咧，我真係好恨食一樣嘢，但我好多次都撞唔到啊。咩嚟㗎？佢哋話人間美食啊！乜嘢啊？我唔講得俾你聽，我驚你搶我。一定搶啦！係咩？一陣你啲村民又送你㗎啦。冇啊，送唔到㗎呢樣嘢。哦，你唔講嘅。不是荔枝那些，荔枝送不到的，不是送不到的，是真的要去當地吃的。什麼來的？有沒有聽過叫做蝦泥？沒有啊。蝦泥有沒有聽過？沒有啊，okay，我想看看。是嗎？OK，嗱，轉頭回來呢，這段時間呢，有一樣東西呢，是人間美食來的，究竟是什麼呢？轉頭回來告訴大家。